안녕하세요, 양나입니다. Hello, 我是 Yuna。防疫在家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大家在做居家徒手训练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慢慢开始觉得有一点点的乏味，甚至说可能整套运动做下来，肌肉却没有任何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加入一点点的小道具，帮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更有变化，更有乐趣，也可以更有效地去刺激我们深层的肌肉。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组居家训练的好物，就是 Oster 的悬吊训练组以及他们的动态弹力绳。你们看这颜色是不是超级美，超美的，这是 Tiffany 的颜色哎，没有错。今天这支呢是跟 Oster 合作的影片。那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这种商业合作的影片，但是基于现实层面的考量，创作者还是需要一点点第三方的资源跟帮助，才有办法持续提供给你们更多元且品质更好的影片。那这边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未来如果有类似的合作影片，我一定会先试用过，然后觉得真心不错才推荐给大家。那也会像今天一样标注是合作的影片，那就希望大家可以一样不吝啬的给予支持。好，回到正题，那我相信这几年大家应该或多或少或者是有在健身房看过 TRX 吧。那其实 Oster 是一个来自英国，跟 TRX 一样都是悬吊训练的品牌。那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健身房，但是透过 Oster 的弹力绳以及悬吊训练组，其实可以很有效的帮我们做全身性的锻炼。那今天呢，我除了会跟大家分享八个基本的动作之外，我也会就是教大家如何安装，如何调节强度。那我相信看到这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个悬吊训练看起来好难哦。说实话，其实我之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那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对，我已经试用这个东西一个月了，我也是从零慢慢摸索，然后到上手的。那我个人是觉得这套悬吊训练还有弹力绳其实是很适合各种年龄层的，因为如果你是初学者或者是对这种悬吊训练有兴趣的话，今天一定要好好看影片。那我知道看到这边，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但是我家也没有悬吊训练组合啊，或者说这套器材感觉很不便宜。没有关系，今天 Oster 甚至多提供了一组价值破万元的悬吊训练组合以及弹力绳要送给大家。你们没有听错，真的是价值破万元。我前几天在写稿子的时候，就问了他们一下这个原价多少，结果我听完之后整个傻眼，我想说，哇，也太大方了吧。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好吗？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首先，我们先将鼓形门挡的骨头放在门的外侧，然后把鼓形门挡固定好后，就可以把功能训练带挂在后平扣上。那我们先将支带的长度调到最短，只需要把调节器立成90度，另一边的支带往上拉即可。那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先做深蹲，大约将握把拉至腹部前的高度，核心收紧保持平衡，重心放在后脚跟的位置，慢慢下蹲至大腿与地面呈现90度。站起来的时候记得要屁股夹紧，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到腹部、臀部以及腿部的肌肉。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后踢腿，将两个握把重叠拉至大腿前侧的高度，双手握住把手向下施力，然后慢慢抬起左脚感受屁股发力。由于只有两条绳子做我们的支撑点，所以这个动作会比平时我们在瑜伽垫上做更有挑战性，核心记得一定要出力才能保持平衡。接着我们换脚，5 4 3 2 1，接着我们将训练带的支带放长，立起调节器向下拉，就可以把长度变长，大约放到离地面20公分高的位置。接着我们将握把往右移，变成脚踏。第三个动作，我们来做高棒式。首先先呈现跪姿，将双脚放进脚踏里，再慢慢往前爬到适合自己做平板的位置，借由手臂的力气将身体撑起来，记得一样要将肚子屁股收紧，手掌的位置要在肩膀正下方。由于绳索会晃动，所以核心要比平常更用力才能保持平衡。那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动作，维持30秒，可以很有效地刺激我们深层的肌肉。5 4
个动作我们会维持高棒式的姿势，接着像踩脚踏车一样，一脚弯曲收到腹部下方，另一脚打直，左右来回围一下，我们会做12下。记得过程中腹部一样要收紧，肚子不要掉下来。第五个动作，我们还是维持高棒式的姿势，接着同时将双脚弯曲收到肚子下方，再向后打直，过程中一样要维持棒式的姿势，屁股要记得不要抬太高。这个动作可以很有效的训练我们的下腹肌。那如果累的人可以将膝盖放置地面，稍微休息10秒钟。接着第六个动作，我们还是回到高棒式，然后下腹肌用力把屁股向上推，想象把自己夹起来的感觉。这个动作有一定的难度，大家可以挑战10下试试看。3 2 1，接着我们换上动态弹力绳，比起刚刚的训练带，弹力绳有一个伸缩的空间，阻力也更大。我们会拿它来训练我们的胸以及背部的肌肉。第七个动作，我们会做向下胸推，身体呈现弓箭步的姿势，背部打直，身体微微向前倾，两手持撑在身体两侧，慢慢出力将两手向斜下方靠拢。由于这个弹力绳的阻力比较大，所以核心一定要收紧，身体才不会摇晃，全程要保持紧绷的状态。最后一个动作，我们会做划船，首先手打直将弹力绳拉到紧绷位置，然后身体慢慢向后倾斜，根据倾斜程度不同，难度也会不一样。然后将核心收紧，背部打直，慢慢将手臂向后拉，手肘尽量超过背部。3 2 1，恭喜大家完成今天的挑战。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个人是觉得有了这个悬吊训练组合加弹力绳，真的可以直接把你家变成健身房哎，就是你想要做任何训练都没有问题。那刚刚开头有讲说，今天Austin会送大家一组价值破万的 Austin Tutor， 那里面呢，除了有我今天所使用的悬吊训练组以及弹力绳之外，还赠送给大家一个束口袋，让大家可以随身携带 Austin 去做运动。那款式的部分呢，除了我今天所使用的湖水蓝色，它其实还有其他9个颜色。没有错，它总共有10个颜色。那大家赶紧在6月30号之前到我的 IG 去留言你们想要什么颜色。那关于抽奖的详情办法呢，我也会写在 IG 上。那 Austin 真的很大方，除了这次的抽奖活动，他还提供了给各位，就是现在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们，一组折扣码，我一样会提供在下面的资讯栏，让大家在购买的时候有一个更优惠的折扣。那大家就是把握时间啊，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防疫在家就跟着我还有 Austin 一起做运动吧。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支影片见，安妞。